欢迎加入 NBA Today， 马上来关心今天揭开序幕的季后赛。卫冕军金块首轮是要遭遇洛杉矶湖人，虽然说卫冕军在上半场一度落后来到12分之多，但下半场战况发生变化，靠着多点开花，金块总算是逆转战局。没错，而且 Nikola Jokic 全场攻下32分、12篮板，是率领发挥完整的金块114-103击败湖人，也让詹皇跟 AD 合拿的59分做白工。附加赛击败鹈鹕取得第七种子 ，LeBron James 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希望可以率领湖人在首轮终止包含去年季后赛在内连输金块8场的颓势。上半场也真的看来有模有样，第二节的超节加上一条龙上篮得分，詹皇率领球队取得49-37的领先。这场比赛 James 全场拿到27分，有19分集中在上半场，还包含中场休息前读秒阶段的大号 logo shot， 带领紫金部队前两节结束保有3分的优势。不过来到了下半场，金块的深度还有完整度也凸显了优势，特别是 Kadarius Caldwell-Pope 单节4颗3分球，让对手防不胜防。另外上半场就拿下15分的 Nikola Jokic 也锦上添花，率领金块打出一波13-0的一波流，金块不止逆转，还带着双位数领先进入到决胜节。第四节的开局，金块火力棒次交棒给了 Jamal Murray， 这记跳投帮助卫冕军稳固了领先。Murray 全场22分、10助攻、9分集中在第四节。落后的湖人努力想收复失土，全场拿到32分、14篮板的 Anthony Davis 连续在禁区逞威，帮球队追到92-98。但面临到 Jokic 的全能表现，紫金部队还是找不到解答。Joker 这场比赛32分、12篮板、7助攻，中场前71秒更是用这个罕见的拖车快攻爆冠，宣判了湖人无望。最终金块在先发五人和板凳都有平均发挥的情况下，以114-103击退的湖人，系列赛拔得头筹。未来体育台综合报道。持续来讨论一下这场比赛，卫冕军金块果然就是卫冕军，就算上半场一度落后来到2位数，但靠着第三节的一波流，也让上半场詹皇的全力詹模式化为泡影。没错，这场比赛紫金双星可以说是完全燃烧，而角色球员们的发挥则是非常低迷，特别是 D-Lo 全场外线9投1中，而且赛后他跟总教练居然还有迷之自信。赛前打扮成知名卡通角色神偷奶爸的主角格鲁，就知道 Nikola Jokic 对付黄色小小兵有一套。面对湖人首战，狂砍32分、12篮板、7助攻，带领金块克服双位数的落后，以114-103逆转赢球，不止拿下卫冕之路的开门红，也达成跨季对战的9连胜，继续把湖人当作儿子在打。I think it's not just one player. I think everybody knows what to do. The roles are really well set, and we all doing our roles as best as we can. Probably that's the best thing that how I can describe us.What about tonight, or what from tonight's game, I guess, gives you confidence that you guys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bounce back strong for game two? Because it's a 7-game series. You know, it's one game. They protected their home court. We have another opportunity on Monday to come back and be better. We know how challenging it's going to be. We know how difficult this opponent is and how great they are. So that's all a part of the game.金块上半场一度陷入12分的劣势，让这场焦点对决增添不少悬念。最大关键就是 LeBron James 一改过往首场比赛要试探的风格，前面两节开启全力战模式，外线3投全进，轰下19分，全场27分、8助攻也是够水准。可惜金块第三节攻出32-18的一波流，就此扬长而去。至于赛前被寄予众望能够扛起第三得分点的 D'Angelo Russell， 则是开启属于他的季后赛模式，单场20投6中，包含外线9投1中，表现跟去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I can't be mad. I mean, I don't recall the last time I got 20 shots. So for me to get 20 good looks, not 20 good, probably 5 or 6 of them were questionable, but.I know what I'm capable of, so honestly, I'm excited about that. Here in the first place, I'm not gonna bail out on my player just because he's missing the shots that he normally makes. Those same shots were going in against New Orleans and other
other teams that he's played in, games he's played in to help us get to this point. 从去年到今年，湖人面对金块的五场季后赛，低漏合计攻下38分，场均7.6分，先不要说了，命中率是可怜的3成1，而拿手的外线更是只有1成2，跟例行赛的成绩大相径庭，成为湖人难以抗衡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低漏的心态依旧稳健，期盼在下一站强力反弹。对湖人来说，也必须要有所回应，不然就算系列赛还有6场，依然有连续2年遭到金块4战横扫的可能。好，如果说刚刚的低漏是因为睡不饱所以打不好，那么刚刚画面上看到的灰狼 Anthony Edwards 肯定睡得很饱，因为在跟太阳系列赛的第一战，他一个人就攻下了33分，在第三节一个人独拿了整整18分，率领灰狼是120-95击败太阳。同样也有可能有小睡的人，还有一位，那就是骑士哥 Donovan Mitchell， 他在这场对魔术的比赛以超过50%命中率攻下30分，也带领球队以14分的差距在系列赛取得1-0领先。东区第4的骑士主场迎战魔术进行系列赛第一场交手，一开赛 Donovan Mitchell 面对魔术两人防守毫不畏惧，命中一颗压哨3分，接着又用华丽的运球过了防守者后，双手传出助攻给到 Jerry Allen， 完成篮下扣篮。米球打满首节比赛，并缴出含两记3分在内的10分，率领克里夫兰大军取得7分领先。随后进入到第二节 ，Evan Mobley 跟 Darius Garland 也展现默契，联手送上一记重扣，之后骑士又完成一波团队漂亮传导，给到 Jerry Allen， 让他直接在 Jonathan Isaac 头上完成扣篮。而靠着双塔出色发挥，骑士半场打完51-43领先。而一篮之后，魔术试图掀起反扑 ，Jordan Sucks 超级后知道对方禁区完成3分打，接着又助攻给 Ben Carroll 投进3分。在两人联手的情况下，魔术一度将分差缩小到4分，无奈骑士马上找回进攻节奏，一个米球又是切入。还一记3分打，加上读秒阶段 Chris Lover 快攻成功将球放进，并造成本库有犯规，让骑士三节打完扩大到73-58领先。而进入比赛末节，米球丝毫不给对手机会，又在空档命中一颗3分，他全场超过50%命中率，砍下30分。而去年首轮就出局的骑士，也在他的率领之下，搭配团队优异的防守，中场97-83击败魔术，拿下季后赛首轮 Game 1的胜利。那继续看到西区这边，明尼苏达灰狼跟凤凰城太阳展开系列赛首战。一开赛，法国高塔鲁迪·戈贝尔就用一记双手重扣跟来访的太阳打招呼。不过 Kevin Durant 马上用一个招牌后仰跳投，告诉大家姜还是老的辣。首节比赛他独拿11分，带领太阳1分领先。接着进入第二节 ，Devin Booker 这边成功单打戈贝尔，在篮下放进2分。不过伤愈复出的 Carl Towns 也展现个人能力，又是篮下完成小庄加一。而队友放枪后，他也能抢下进攻篮板补进，而他有3节拿下11分，帮助灰狼克服首节落后。上半场打完，反倒取得双位数领先。而面对年轻气盛的灰狼，又到第三节 ，KD 丝毫不畏惧灰狼双塔，先是单打狗贝尔一记跳投命中。之后又在 Towns 面前砍进一颗3分，完美展现个人单打技术，帮助太阳追到个位数的分差。不过年轻的灰狼少主 Anthony Edwards 随后跳了出来，前两节拿下10分的他，这时迎来火力的彻底爆发，无论是中距离的进攻，或是三分线外的出手，通通难不倒他。光是第三节他就用11投8中超高命中率，拿下整整18分，并在读秒阶段面对 KD 防守飙进3分，凭一己之力把领先差距扩大到20分差。而凤凰城大军进入到下半场比赛是完全拿一人没办法，被他砍下全场最高的33分。另外，太阳在篮板上也28-52惨遭碾压。中场灰狼120-95击败太阳，取得开门红。好了，继续看季后赛，七人跟尼克的首度交锋，费城双星 Tyrese Maxey 还有 Joel Embiid 虽然合力攻下了62分，但半场打完却是尼克保有12分领先。毕竟大苹果这边可是有 Jalen Brunson 还有 Josh Hart 的好朋友连线，两个人这场比赛都拿下了22分，更不用说还有骑兵 Miles McBride 砍下了21分，帮助尼克中场111-104击败尼克。七人跟尼克系列赛首度交锋，都来到了篮球圣地麦迪逊广场花园。Joel Embiid 当然要放松一点 ，Special 就算被拉住，还是能够展现绝对手感。MVP 就是 MVP， 失去重心，左手一放，照净算还买到犯规。Embiid 第一节打满，攻下15分，搭配 Tyrese Maxey 也贡献7分，双星联手让费城大军建立9分领先。但进入第二节，战况发生变化，大苹果军团不但以4成5命中率飙进
五颗三分球，团队命中率也达到41%。反观奇人进攻手感却是直线下滑，唯一可取的就是这球 ，NB 自己打板，然后第一时间把球塞进篮筐，帅度满分，也是他伤愈复出后首度灌篮，但落地时却伤到膝盖，让推特王提早退场，连带影响奇人大档机，单节只进攻下12分。尼克趁你病要你命，靠着 Miles McBride 单节贡献13分，大苹果军团单节猛轰33分，一来一往之间，半场打完反倒是尼克领先12分。幸亏费城球迷还是有好消息，因为当家球星下半场重新披挂上阵，有了一哥在行 ，Maxi 也持续提供火力，一个抛投先帮球队追到一球之差，接下来 NB 也能在外围发炮，七人又把战局追平，接下来 MVP 还能串联队友一个漂亮的地板传球，让 Kelly Oubre Jr. 双手暴扣坐收，七人再次要回领先。虽然 MB 奋力缴出29分、9篮板、6助攻数据，但从表情看来还是不太舒服，所以尼克还是大有可为。这场不但有骑兵 McBride 板凳出发攻下21分，大头森 Jalen Brunson 也一助22分、7篮板、7助攻。就算七人的 Maxi 回敬全场最高33分，但是尼克还有人扮演第四节先生 ，Josh Hart 单节猛轰13分，全场贡献22分，带动球队打出32比22反扑。中场尼克追111-104击败七六人，谢赛收下开门红。